上海，这座2500万人口的特大城市，正在经历一场严峻的战役考验。没有车水马龙，人群喧嚣，往昔繁华都市仿佛按下了暂停键。但是，有那么一群人，为了及时保供上海民众的菜篮子、米袋子，正在与时间赛跑。这是一份守望相助的力量。凡人微光，守护上海，诠释战役担当。我们每天的任务就是保障好物资，我们回不了家，所以就在店里打了个地铺，加急给附近小区买不到菜的老人家装菜，准备把这些蔬菜免费送给一些需要的人。今天呢，我们就是送一些水果给一些我们小区志愿者。上海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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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